因为神爱世人，甚至舍弃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，甘心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流出他的宝血，为我们付上赎价。他说过，有一天他必定会再回来，接我去他那里同享尊贵荣耀。主的大爱真是奇妙。Someday he's coming back. What glory that will be!